みな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大家好。にめひらがな、ピンジャミン。はよな、カタカナ、ケンジャミン。で、リエンシゼンマヤ。ちえんあゆえをかきくけこ、さしすせそ、たちつてと、なにぬねの、はひふへほ、まみむめも。ちえんぴえはん。えー、どうじじゅうらま。 这次呢，我们第八行就是“呀悠悠”。你们可能发现了，怎么这次是感觉很小呢？“呀悠悠”，嗯，其实呢，“呀悠悠”是“呀一呦哎呦。这样。可是呢，“一”和 “a”。 就是啊 e u a o 的时候出现了，所以呢，这行就是呀 u u，你们记住呀 u u，平假名和片假名的呀 u u，今天学习这个六个字，好吗？好，那么这个是呀，好，平假名的呀，ひらがな的呀，这样写，一，二。 三，好，片假名的呀是这样，一、二，这样，你们要注意这个，这个是最后，这个写最后，好吗？这个是呀，好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是 u，好，平假名的 u 是这样，一。 二、啊，这个是平假名的 u，片假名的 u 是这样。一，二，好。然后呢，这个是 u，好，平假名的 u。一，二，好。诶，片假名カタカ的 u 是这样。一，二。 山、嗯、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雅悠悠的单词、欸。首先这个，这个、这个、怎么读？山，山，就是这个汉字，和汉语的汉字一样，就是山的意思。这个是山。 好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这个，你们读一下 y u k u k u k 的汉字雪和汉语的汉字一样的，就是雪的意思。这个是 y u k 好，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你们读一下 y u m e y u m e u m e 的字，嗯。 放底子有一点呢，这个是 u m 的汉字，就是“梦”的意思。梦 u m 好，那下一个是什么呢？你们读一下有 o 有 o y 横的汉字，就是横或者是旁边。有 o 这个是有 o 好，片假名，你们读一下。 cabbage，cabbage，这个发音要记住，k 加上小的鸭这个读音是 ka，嗯，k 呀，ka，嗯，这个是 ka，然后呢，h 加上两点，这个是浊音 b，然后呢，cabbage。ツキャベツ 就是卷心菜，这个是 cabbage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怎么读呢？juice，juice，juice, 这个发音，j 加上两点，g，然后小的 u，g u 这个是 j 然后茶因 juice 就是果汁的意思这个是 juice 好下一个是什么呢这个嗯、欸、news news 好你加上小的 you 你你 y new s news 就是 新闻的意思，news。好，这个怎么读？我刚才的 news 的 new，so new，new York，New York 就是纽约，美国的城市的名名字就是 New York，纽约的意思。好，你们记住了吗？ ドリエン一社半話先生たち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バイバーイ。